杀杀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三二一 ，action！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about it is actually playing the guitar, trying to look convincingly good. For this role, I have to play the electric guitar and to play the acoustic guitar. Unfortunately, I suck at it. 我是属于音乐的，是你摧毁了我的梦想。二一 ，action！已经不能演戏了，但当成导演了，哇，他们真的是很残忍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现在我要介绍我们的导演林明哲，明哲，请问一下，你拍戏的时候有什么啊什么看法啦？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啊？你不要害我，没有害你了。你讲啊！你不要来害我！你讲啊！是我错，我不应该回来，我不应该拍你，我错，你不要害我。很多演员都说他很凶，可是我不觉得啦，只是他声音很大。可是当你认识，当你接触他久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他其实蛮好玩的。欸、你不要这样压我的脚哦！他没有压到我，刚才有压到我就闪了，你没听到闪的感觉有啊？不要欺负我、啊。我不讲他理由，我这样闪他，对。其实这个导演呢，会让整个就是整个环境这个整个气氛都非常的轻松，大家都会玩得很开心。然后呢，大家也知道他认真的时候，他开玩笑的时候，我们都必须分辨得出来。OK， 来准备，谢谢各位，三二一，去。他会跟演员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动作，你这个动作要怎样怎样怎样。”然后他会很夸张，很夸张。然后如果是新演员，我觉得一定会被他整。给他被整过来一棒打过去，原来黄辉打他。我们在拍戏的时候，最精彩的是幕后。你要看他在看 mon 的时候，他也会跟着一起演，而且他演的时候是非常的夸张的。所以当你拍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拍他幕后的那个表情，这样才会好玩。这样多一点给我，好。